安安大明星的朋友大概好，我是徐丽杰。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玩一个游戏，是就是不走心伙伴二选一。不走心伙伴二选一，郑可强 vs 李幼廷。李幼廷吧，李幼廷跟安董。哇，这好难啊！好难哦。第一直觉定安董吧，安董跟许靖淳。靖淳好像没有合作过，想合作看看。嗯，靖淳。哦，靖淳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你好像一提就选了新的那个人。我是说脑波很弱，真的是。许靖淳跟李佳欢。嗯，呀，怎么办？我就想李佳欢。哎呀，又想选新的。怎么办？佳欢好像也没有合作过。等一下，我们不能以这个套路就继续回答下去。哦，不能吗？佳欢吗？三淳。许靖淳跟萧敬腾。萧敬腾。为什么要这个笑容？因为就是小迷妹啊。萧敬腾跟张若凡。若凡，我爱他。张若凡跟露露。哦，露露。谁出要？凡哥，凡哥。张若凡跟。林宥嘉，怎么办，凡哥？凡哥，不要思考好了。林宥嘉，林宥嘉跟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小老师，我爱你。为什么会选择小雨？因为我就是很爱他呀，没有任何的原因，因为他帮我做了《不就范》这首歌，然后我其实一直很想要跟老师有。可能合唱什么的，或者是一起做出一首歌那种感觉，就是感觉会很棒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小雨说？老师我爱你。哎，我蛮好奇的，刚刚若凡的部分，对，他打败了好多人哦、喔。是，为什么？他在我心中的地位非常的高，因为我跟他很好，所以就很爱他呀，也是很爱，可是可能跟小雨老师爱是不一样的爱。我正要问说，对，那张若凡跟小雨还是选择小雨？嗯，可能是。对，刚若凡就是不一样的爱。这个会被剪进去对吧？张若凡很会记仇哦。我之前有做一个30000，就是我 YouTube 订阅30000 Q&A， 然后他有讲到就是说好朋友是谁这样，然后我没有想到张若凡，那他当天就走心，直接他没有跟我讲，他是跟他的经纪人讲，然后说你看许丽杰就没有讲到我啊，我以前跟他合作那个明明就啊，现在我不是他好朋友，每次看到他都要讲一次，所以我真的很爱凡哥，帮我们强调一下， okay, 我爱你凡哥 ，I love you， 我觉得整个走的风格是比较。霸气女总裁，等一下，这种言情小说，希望带给大家是能够比较成熟稳重的感觉，一种新的面貌，是完全全新。很多人看到这个都嘿，这是丽杰吗？可是就是我本人没错，梦想是不分高矮胖瘦的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去追求梦想。我记不起，我不勇敢。不就范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情歌，但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在，我现在目前的心情，就是我不想要向世界妥协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做自己，勇敢的去追梦，拥有不就范的心情。我就谈过一段感情而已，然后现在单身中。现在单身，小雨老师，小雨老师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太害羞了。那在演艺圈中有理想型？理想型哦，想好了吗？可是理想型很容易变哎，会不会以后就会拿出那影片说你觉得理想型不是这个吗？真的会吗？现在都把媒体想象很恶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我爱你们。是我在看狼人杀的时候，有一个眼神，狼人杀的时候，对，有一个，我来猜猜是谁啊？
可是不是固定班底，他是新成员。他是有演戏的下半场，他只是去参加狼人杀，然后我觉得哇，他好聪明，然后就长得很可爱，然后就觉得他蛮可爱的这样子。想跟我的粉丝们、小乙丁们说，谢谢你们从比赛，或者是你们还没我还没比赛的时候，你们就已经支持我了。是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，也希望我这张专辑能够真的带给你们力量，未来也请你们继续支持力竭啊！还有一首歌是要送给你们的，你爱这样的我吗？你们一定要去听，然后再跟我说你们的感受，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要送给你们的。谢谢你们，我的小乙丁爱你们。